位朋友，如果您正在物色豪华七人座的休旅车，车款的配备有没有同级距当中领先的水准？那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试驾的这一款车，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的选项，一定要纳入参考，对不对，小兰？是的，这是第二代的 QX60。那这一台车光看前脸，小兰，你会觉得分量感十足，而且非常的low咖，是因为它本身的车身尺码就是完全符合一个大型的七人座的设定以外，你一看到它就觉得很有气势，非常气派。没错，今天我们为大家试驾的是它的旗舰版，是跟风尚版之间的价差十多万，但是呢，我觉得你选这个规格，你会发现你想要的通通都有。是的，我们走。首先，小兰带我们先感受一下 QX60 它的动力表现。是，那 QX60 呢，它是搭载非常经典的，而且大家也相当熟悉的 VQ35 这个 V6 的引擎。那它的最大马力是295匹，最大扭力的话是366牛顿米，而且这一次啊，它还换上了全新的9速的手自排的变速箱。那其实这颗引擎啊，为什么说大家并不陌生？因为它曾经连续14年哦。都拿下这个国际引擎大赏奖的。我们刚刚是因为连续经过减震带，所以你可能有听到那个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对，不然我觉得它整个车室里面的宁静。它有主动式的液压引擎脚，那你的车右侧呢，跟后方的话是液压引擎脚，左边的话是固定式的引擎脚。它就是透过这一些引擎脚的设计的，然后有效的去降低它的一个引擎的震动跟噪音。而且它这样子的动力，你看像我们现在车上4个成年人。好，那基本上再加上它本来的车重就有超过2100公斤，其实你在爬坡啊，或者是说在超车啊，在提速的时候都还是觉得很轻松。它是搭载智慧型的这个四轮传动系统，那它这个智慧型的四轮传动系统呢，平常是兼顾油耗比较节能的一个分配，但是如果它侦测到即将要打滑的时候，像上一代反应的速度大概是0.3秒，它就可以把动力最多的时候是50%传到后轴去。可是这一代呢，它连这个部分都优化了，因为七人座嘛，5+2嘛，大家就会想说我那个第三排，然后刚刚呢，我就把握了一下机会，想说我去坐坐看，能够跟前方的座椅还保留一点腿部空间，座椅呢也是有倾倒的情况之下，就是第二排坐得很舒服，我再去坐第三排，我觉得也蛮舒服的耶。对，我觉得这台车就是它不管是在空间上的表现呢，或者是说在整个2、3排的舒适度表现，真的也都很出色。我觉得这一点啊 ，QX60 真的。我给他很蛮高的评价，哎，就难怪你看从接单到现在，他们说就已经100多台了，对，好快，对不对？是。还有这一次我们就是可以试到哦，一直在讲的 ProPilot 它的驾驶辅助系统，我觉得也是蛮起飞的。好，那今天试驾 QX60 呢，换我接手之后，我们就从基隆要回内湖啦。对，而且现在天气超舒服的，我先把这个遮阳帘打开。对，因为下午4点多不会那么晒。对，好舒服哦，真的好舒服哦。然后呢，上了高速公路更可以来试一下它的 ProPilot 这一套智慧驾驶辅助系统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在自行安全的部分他们是很讲究的，对，所以它也当然达到了 Level 2。我们现在先做动它的 ICC， 就是方向盘这里蓝色的按下去，然后呢把中间的 Control 往下按，对吗？是的。好，好，这个时候我们先提速上去。对，这时候呢，你看到你的仪表的右边有3个绿色的，这个基本上就是已经都启动了。而且我前方因为有抬头显示器，所以这些资讯都非常的清楚。对，好，那它现在，然后另外啊，在这种 AEB 含行人侦测，这个大家都知道肯定会有，但是呢，它的超视距，对车辆防撞的警示，对，就是它基本上能够透过它的雷达去侦测到前车，那它这个 PIEB 就是可以提早让你预先知道前车的一个状态，来让你尽量避免追撞的风险。没错，而且它这一次哦，还新增一个我觉得非常贴心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下坡的车速维持，你只要设定这个车速之后，即便是遇到下坡，它也会帮你 hold 在这个时速之内。好，我觉得这个真的很贴心。哎，我现在啊，左方车道没有车。对，好，你看哦，他自己对不对？我现在要超车，他帮你超车。对，没错。
然后啊，为什么只有左边呢？因为国外的法规是规定只能从左侧超车。这不是我，这是他在帮我超车哦。是，而且不是只有这些，就是驾驶辅助会让你开得舒服。旗舰版我觉得加那十多万，是我会加呢。原因就是因为除了电子后视镜，除了通风椅。再加上了方向盘加热按摩功能之外，第二排也有加热，第二排还有遮阳帘，对，而且到了第三排我们看到了它还有那个一键电动回复，对，而且我觉得好像各项配备加起来，如果是我可能就会直上旗舰版，或者是你想要选六人座，中间是两张独立座椅，小兰你会不会心动？会，其实真的还蛮心动的。对，彭丽继续聊。好，等一下我们也会有机会好好来看一下六人座另外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选项。不，刚刚是这样，你一直有提到说它的引擎动力输出然后表现各方面其实会让你开得很轻松。欸，迪哥， V6 自然进气引擎，这个引擎又是屡屡拿到国际大奖的肯定，它有哪些厉害的地方？我觉得现在这个 V6 自然进气引擎在应该说 SUV 里面其实算是小众了。为什么讲呢？就是大家都走向涡轮的配置，但是不要忽略哦，因为这颗引擎有连续14年获奖。我觉得在这个评审的心目中，因为它运转的精致度其实美国是非常，这是美国市场的车，美国非常注重这个 V6 引擎的低速的扭力跟长时间长里程的这个巡航的效果。嗯，Infiniti本来定位在高级车，但因为这个引擎所提供的这些细致的程度，让这个整体的驾驶表现，还有这个搭配内装，可以展现出一个很好的驾驶的细致感。这个很难，你知道很难用硬体来讲。例如啊，就是你上快速道路或者你在高速公路，刚刚有提到，其实大排量引擎有一个优势，就是我真的在中高速的时候，我的那个提速，我的游刃有余的程度，你会觉得，我油门轻踩，我就是出那两三分力，它就可以达到你预期要的那个动态表现，对不对？对，我举例哈，大家很难想象，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加州开到 LA， 就从加州开到旧金山，这条路很长。那这时候这种 V6 引擎呢，在美国设定它就是轻轻踩，它可能踩个五分之一油门，它就可以巡航。是的，它以前可能就是定速，那现在在开长途车的时候呢，有 ACC 可以跟，会降低疲劳没有错。但是一样，这个引擎原本的这种低速扭力跟高速的巡航的补充的力量输出是它迷人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整体的搭配起来呢，引擎的功率技术已经有14年得奖的证明，搭配新的变速箱，那对于喜欢长途巡航的人，这个车型是非常的标准的，就是真的舒服开，是，然后又有一种豪华的享受这可能就是你作为家庭选项里面你追求的。那艾迪哥刚刚提到的这颗引擎，当然你就说论排量是，它会比现在一直在讲 downsizing， 它是不同的方向，好，但可依旧对你还有魅力点。谢谢艾迪哥。那小安迪，你的试驾啊，很多朋友会说了，这么大一台车，开起来会像开船一样吗？你会这么形容它吗？确实这种美式的车，大家印象中就是它开起来有点像船，因为它的悬吊就是很舒适性。那以前常常有人开玩笑说，美式车就只能走直线，因为它的美国的路那么大那么宽，不需要很刁钻的悬吊设定。但其实这一次试驾这台车QX60， 那我们因为拍摄要好看的关系，我们也选了山路。那一开始因为其实开过上一代的车型，就会发现真的那个悬吊就是偏舒适性，所以说应付台湾这些山路的话确实会比较吃力一点。不过这一次大改款这个车型，包含我们同车的同业，他平常也是开小跑车，开完之后就说真的有惊艳的感觉，因为没有那么夸张到说真的是很刁钻怎么样，但是以他的车型跟车重来讲的话，过弯的时候甚至可以说利落而且很精准的那种感觉。车头是确实是蛮长，但你花点时间适应它，包含你的手感也不会那么重手，有这种这个电子转向系统帮助之下，开起来相对是轻松的。而且有一点就是它其实这是回转半径非常小，因为我们那个拍摄的时候很多路那个路段要回转，很怕碰到这么长五米的车，通常都要再转一次，但是这一次其实你角度抓好一次就过了。还有就是它这个四驱系统出弯的时候其实让你这更稳定更有信心，出去的时候力量更分配的更好。那此外你们有用它的那个 ICC 含超车辅助的部分吗？对对对，就是要讲这个它这个 ICC 就是大家知道那种 ACC 系统，那这个有个很
蛮特别的一个功能，就是它的超车功能。就是你在超过时速的70的时候，你发现前面车太慢，然后驾驶打左转方向灯，要这个手开始转那个方向盘的时候，它就会慢慢的加速，不会很紧急这样的加速，就是帮助你这样开过去更顺畅一点。所以这个细微的东西也是蛮贴心的一个设计。那包含刚才有讲到这个360环境啊，还有这个电子后视镜，加起来虽然是这个车型很庞大，但是相对来说会减轻很多驾驶的负担。刚刚丽婷一开始就说了，有一个配备用过就回不去，那就是ACC， 在 QS 60上它叫 ICC。除了这之外，你在驾驶辅助的部分，你自己有因此更钟爱哪些选项吗？配备？我觉得 AC 是必备啊，就是只要它没有，那车不用看就不考虑了，对，直接下一台。对，其他我觉得现在的车款应该都蛮足够用的。对，你有哪些你会常用到？360度环境，这一定要一定要倒车系统，倒车系统辅助，盲点侦测要不要？我会把它打开，会打开。对，然后现在有些是有离车警示相关的等等，或者是后方车子来了，然后会帮你有一个警示功能，这个需不需要？这个我会关掉，因为有点吵。真的吗？对，你知道你尤其是旁边车靠你太近那个，我也会把它关掉。哦，你讲的是就是旁边的车侧，对对对，对不对？啊，那这一台车刚刚我们有看到那个电子后视镜，你觉得好用吗？我觉得很精彩，很精彩，对对，很加分，很加分。志熙，你在试用的时候，你的回馈是什么？你的感觉？其实就是这台车，我觉得它那种舒适优雅的调性，不只是开起来，就是包含它整套安全系统在协助你做动的时候，它都是很聪明，应该这样来形容。因为整套的 ProPilot 的系统呢，其实它跟之前的 ProActive 有蛮明显一些配备功能上的差异。而且如果真的硬要算，就是现在都在讲说符合 Level 2的规范这种定义词的话，我觉得它其实应该可以算个2.5 之类，就包含像刚刚 ICC 有超车辅助的功能，那甚至像我们刚刚小安姐有讲到，它在下坡的时候也可以帮你控制车速，其实这个都是比传统的车距控制来的还要再更好。那其他另外像是车道的维持、盲点的侦测，然后我们车内有看环境的系统，这些不只是被动安全性的防护，然后主动的让你更轻松。那对于因为我们有说到这辆车毕竟尺码真的比较大，这些系统呢，不论哪一个等级都是标配，你一定是每一天啦，我相信真的每一天开车这些通通都会用到，就是不只是开很轻松很典雅，它安全系统完备的加持下面，你就使用起来也是很轻松很惬意的。然后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的是，因为现在普遍少子化嘛，所以即使三代同堂出门，有时候你会觉得我不需要真正到七人座，第二排如果是两张独立座椅的六人座，它会更吸引到你吗？我们等一下来看 QS60 的六人座选项。地球王机线从电视萤幕标上官网了，全球第一手车市报道。年底 Toyota 的全调教出来，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太躁进的这种个性，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踩下油门，地球王机线邀您一起上线。